八魔大阵毁灭四方。主上，你先走，我俩来挡住他们。现在我如果离开，你们就走不了。我林冲绝非那种人。主上，我们很幸运，但这一击堪比无间强者一击，你必须走。斗转星移，没我命令，你敢？斗转星移，主上，来生有缘再见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混沌剑，来！混沌归墟，斩！这是混沌剑，竟然如此之强！主上，你怎么知道它的正？不可说。剑神学院前来支援主青金，一个学院也敢来掺和我们的事？守护灵七星龙渊，你猜我们建立学院之前是干什么的？战炉剑、鱼肠剑、海恶剑、巨阙剑、工部剑、纯金剑、成影剑。后来听闻八荒剑客的传说，没想到你们八个都隐在这个小小学院里面，你们值得我俩召唤守护灵。守护灵干将，守护灵莫雨。学员阻挡魔潮，既然来了，宁可死在战场上，也不能死在逃跑的路上。是是。老伙计，到我们了，八荒剑和。干将，莫雨和。八荒剑果然名不虚传，他们要是等级再高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赶紧走，免得被人趁虚而入。剑神学院的诸位英烈，受我等一拜。竟然将我坐下八大将尽数斩杀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一个八荒剑就把你们打成这样，废物，给你们个机会，彻底灭了剑神学院。遵命。八荒剑神被灭，不应该是因为我改变了时空轨迹吗？救世者，重来一次，你一定就能成功吧？你是谁？略懂推演命运之道，而你在尝试改变结局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但结局是改变不了的。混沌剑破，杀了我虚影，也无法改变结局。先去九星街按摩地的性子，那里有大威。